美国加州有三只棕熊出没在民居，准备爬入其中一个住家的后院的时候，一名17岁的女子冲前将棕熊推开，过程被闭路电视拍下，片段在网上得到极大回响。事件发生在洛杉矶东部布拉德伯里，当时有一只成年的棕熊爬上住家的围墙，两只幼熊跟随其后。住家中的四隻家犬發現棕熊之後不斷狂吠，並跑到棕熊前面，似乎想阻止對方繼續前進，而成年棕熊就伸手反擊。幾秒之後，年僅17歲的希尼為了救愛犬，即刻衝前並將棕熊推開，抱起狗之後跑回屋企躲避。最終希尼只是受了輕傷。事後他告戒其他人，遇到同樣的情況千萬不要嘗試推開棕熊，因為結果很有可能會不一樣。